吴君如，吴君如非常好，好到我都怀疑他说你到底是去哪里打什么，你跟我讲，然后我也要打。他说没有啊，后来就教我，他说他自己是随时随地要拿一个东西刮脸，像刮痧那样子。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那个美容棒，也是这样常常这样。然后他说脖子刮一刮，这边刮一刮，他就每天大概比如说你想到就刮个10分钟15分钟，他的脸是真的亮的耶，他不化妆都是亮的。然后那时候连任贤齐我们在香港碰面嘛，他也就忍不住也问他了，说冠玉啊，那顶吗？为什么脸这么漂亮啊？什么？那么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刮痧 treatment， 刮痧 treatment， 对呀、啊，刮痧不是听说我们腰酸背痛啊，肩膀酸痛跟你刮痧，马来人用汤匙跟你刮痧、啊，这个是在脸呐、啊，对，这是脸是。不过呢，这个不是马来人的那种，哦、这个是中国的水牛角。刮痧可以用在脸部吗？那不能那用在背啊，会淤青的，会有吗？会啊，那个是刮的还不是整个脸都、嗯、都美容啊。这个是因为它促进血液循环嘛、uh-huh. 那么你的脸就有光泽光亮，那么看起来比较红润，那么皮肤呢会更容易吸收产品，你的皮肤会更好更美、oh. 更娇柔，不会破皮吧？不会破皮的。那这个脸部的刮痧最特别的功效是在哪里呢？你可以看到那个皱纹和细纹、哦、会减少，甚至细纹都会不见、oh. 对，而且它可以 last for about 2-3天，因为我刚好有个顾客在里面做刮痧。请问这个脸部刮痧的收费如何呢？哦，一次是70，不过如果拿配套的话，就是一次60。每一次刮痧要花多长的时间哦？从洗脸到刮痧大概是1-15分钟。因为我还有跟他们修眉毛、oh.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刮痧道具，一定要用牛角做的才可以吗？其实市面上是有很多种啦，也有玉做的，不过比较经济实惠的还是牛角啊。一个这么简单的刮痧动作就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哦！你看到他的脸已经开始有点红润的，是血液循环的效果。你是不是用很大的力度呢？对啊，会痛啊你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大，好像不会当你。哎呦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刮痧呢，力度很重要啊，尤其在脸部啊，太轻也不行，没感觉；太重的话会伤到，是不是啊？太轻又没有效果。是。在中医角度而言，刮痧主要是刮拭病人经脉以及穴位，以达至排走毒素和治疗百病的一种方法，同时也能活化细胞，这么一来肌肉和皮肤都得到滋润，皱纹减少，就可以取得养颜美容之效了。哎呀，秀玲，真的是谢谢你哦，今天我又懂了多样美容的抗老性方法了哦。谢谢你啊，下次我们找机会。